安娜，就觉得你没事吧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，在我们的地方。 这几天一直都待在这里吗？那你是怎么吃喝呢？你想把自己饿死吗？我知道你一定能来这儿找我。万一我要是出不来呢？只要你想来找我，什么都拦不住你。安娜。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相信你。其实你心里一直都在相信我。你相信我突然消失是迫不得已的。我相信你心里一直都有我。你就对你自己这么自信吗？相爱的人，彼此之间有心灵感应的。 回到马来，确诊自己病了，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血液病，我彻底绝望了。我就等到有一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，但是在吉隆坡见到你之后，重燃了希望。 所以我才接受了一个一直就没有经过临床的治疗方法，很冒险，但我还是接受了。结果发生了奇迹。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这里说过的话吗？我们两个在一起，相爱。 是上天注定的。赵平凡和葛雅说过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句句属实。我知道我之前对你说过很多的谎话，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么做是为了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。 从现在开始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再也不会骗你。我发誓，我用我的命。好了，安娜，让你受苦了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好好的爱你，不会再让你。 为我掉一滴眼泪，林志俊，在你心里，爱到底是什么？爱是为一个人付出，爱是包容，爱是为了对方的幸福，什么都能做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 爱对于我来说，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。我只希望跟我相爱的人能够平平淡淡的生活。我哭的时候，他会哄我；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会逗我笑。在我心里，相爱就是两个人一起快乐，我也可以跟他分担痛苦。林志俊。 两个真心相爱的人，不该把对方排斥在彼此的生活之外。不管他是什么理由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所以你给我一个机会吧。
就像你说的一样，让我好好的陪在你身边，可以吗？多远的距离也不怀疑，我们的心都偏了一边，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，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线，它要我们一起相恋，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，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。雨婷啊，嗯，休息会儿吧，啊，来，喝杯红茶，养养胃。哎，谢谢。公司不是有这么多人呢吗？交给他们干不就行了？我在家已经够清闲的了。安娜呢？啊，吃早饭了吗？没有，我刚才上去了，她在门上贴了个纸条，说她想多睡会儿，我就没叫她。你都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，我们下山吧。嗯，我不饿，我现在就想要这样静静的和你待在一起。我们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你妹妹打个电话吧，这几天她找不到你，人都快急疯了。好，你这么突跑出来，你爸妈应该也很担心，你给他们也打个电话吧。他们要是知道我来找你了，会疯掉的。正因为是这样，你更要给他们打电话了。嗯。赵平凡说，安娜他妈现在特别讨厌我们，就是嫌我们帮你忙的太多了。喂，哥，是你吗？秋言，是我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现在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哥，你在哪儿呢？这里叫鸟巢。好，那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去找你。不，你别过来了，这个地方很大，我说不清楚位置。我等一下就回酒店了。我和安娜在一起。你跟安娜在一起呢？那你让她接个电话。喂，安娜，是我，葛雅。葛雅，我回头再跟你说好吗？手机马上没电了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？她说手机快没电了。